八零年是今年每盘的移民节祭典，高雄镇的客家乡亲都来参加年节活动。哈比非主笔李运德支持家下就讲，法典的移民节盼到这么闹热，客家膜拜太祖，是用创意的方式改变传统观念。那个法典的哈比非美讲，过逢年期待出群，恐吓来参加移民节活动。在法莲县国雄镇内的客家乡亲，不顾日头炎热，在法莲市同吉王乡过闹热的蔬菜农业节，尤其夜拜夜还有人开摊，恐吓来参加一个暗创业活动，去到飞冲南埔公园家喊，各队伍没带来表演。法莲县政府近期带动下，按照乡亲第一面堂来拜移民爷，典礼简单隆重，表态对移民爷的尊敬。哈比非主笔李运德特别讲，大家准备的拜业东西，准备都以后。法莲呢吼，移民节呢吼，看那一年比一年还看闹热吼，韩国人呢吼，哦，轻浮哈吼，天台人的观念。啊！睇到吼，就看到讲，安尼囡仔磨土诶吼，安尼个学神族吼，啊用咧创意咧吼来表达客家精神咧。客家精神就会移民的精神，啊移民的精神还是哪个精神咧？就会一个不畏艰难的精神哈。除台法典演雄琴带来表演，也把韩铁片原味爱演诗的古队来演出，由古称也由天音上牌子，而雄琴来讲述归由客家风情的祭典。下个新闻，钟桂贤八点报道。